廣州塔珠江油松今日開始推出碳早茶游珠江主題航班，五一假期市民遊客可以一邊遊覽珠江兩岸，一邊欣賞古箏和鋼琴表演。李子日報導。栩栩如生的天鹅酥、晶莹剔透的虾饺，还有排骨、凤爪、流沙包，想吃这些一盅两件，不用去到老字号茶楼，在广州塔珠江游的游船上一样可以实现，饮茶赏景两不误。对，白天这个风景呢 跟晚上是不一样的，在船上坐着喝早茶，这个体验感非常好啊，就是人很轻松，量不多，但是可以每样都品尝一下，而且它有这种就是造型啊，感觉很可爱。这样我们会分成两个航班，一个是10:30会开船，也就是9:00到11:30，然后我们会开一趟大概1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是靠岸经营的。那么第二趟的话，我们会在12:00一直营业到2:00，那么也是中途有1个小时的游船时间的。咁喺五一假期期间，广州塔珠江游仲会推出两条音乐主题嘅航线，咁分别有古筝主题同埋钢琴主题。市民游客啦可以通过广州塔珠江游嘅小程序进行购票。咁其中，珠江公主号主题航班将以古筝独奏嘅形式呈现，珠江王子号主题航班则系会邀请钢琴演奏者喺一楼大厅随机演奏曲目，打造移动嘅音乐演奏会。广州电视记者李子日报道。